场，而且拄只吼吼，市场领袂来的时阵，每一个社区吼，拢一直甲你娱乐比大手指吼，称赞我们的市长，欢迎到我们的市的大家长，我们的林正元林市长莅临会场，欢迎市长，市长好。前主席黄美副主席啊，那个秋良院秘书黄碧晶啊，林立豪代表和军军秘书哈啊，政协旅长吴志昌主席啊，旅长哈蓝树胜啊，正南旅长哈啊林家泰，要那个政协旅长张宝德啊，宝庄旅长李匡美，要那个啊江高霸礼哈，那个江工江丽华啊，李定，要那个石膏一会，那个陈安丽杨美满。
李先进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金华一点三点呢，九六四哈。今天啊，早上隆重盛大的也是讲一个记者会哈。啊，这是以你锦东那的双十节的国庆日，以往的双十节国庆日哈啊，我们就是办嘉年啊社区的大游行哈。但是今年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方式，我们希望来展现我们的三公来自那边大浪区，今麦有22个社区，拢有长青食堂，也都有工厂哈，有720名的志工，再来那边中央厨房目前工厂店5个社区哈，三公目前大浪区工厂人数已经达到4400人哈，到年底的时候。即将破5000人啊，在这么三公啊，在这么每天三公公餐数量将近4000-5000人哈啊，到对那点中央厨房跟长青食堂那点气缸哈啊，这些普通时啊，一点手艺啊，喜安娜啊，我们想借由双十国庆的晚会在微风下在夜晚，在三公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一个三公那点。传统的音乐底下哈我们举办类似音乐会的晚宴哈邀请来自大浪区22个社区所有那的环保施工队的志工，大家大展厨艺哈每个社区秋老菜都刚展现出来哈，一份是给他们的额度啊哈，公所因为这个有金钱的限制，公所一份是60块叫拜托社区哈一个社区准备300份，所以我们在当天总共的餐人数是6600份哦6600份哦，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社区都派30名来参加哈这样总共有6000多人哈会参加这个盛会，在双十的国庆之下除了庆祝国家的圣诞以外，我们更希望可以宣导我们斗六那点长青食堂哈，因为在每一个里长你们安文杰小姑的带领之下哈，我们的长青食堂真的办得非常的隆重，它也非常的澎湃哈我常常去到长青食堂去巡他们的三公他们的公餐哦以前22个社区，现在一次都要跑30个社区哦，几乎都要跑1-2个礼拜这个社区才能全部了解地方他们长青食堂公餐的餐的特色哈所以每里的社区他们公餐特色非常的不一样，也非常的棒哈每一位社区哈他们的秋老菜都由我们所有社区的长者哈用心来煮菜所以讲咱的社区咱祖先咱那个副祖先也咧讲吼，讲伊去到社区定看到80几岁到90几岁啊，咧住了65岁以上的老人家哈这个变成一个斗六非常棒的一个温馨的一个风景哈这表示咱的我们的长青食堂除了政府补助之外，咱的我们所有的地方的志工大家也非常的热心跟踊跃，因为没有地方的志工来撑起这个长青食堂这个长青食堂即使有再多的补助，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长青食堂在斗六市办得有声有色所有的一切长青食堂公餐在这基础的部分将近130位130位大浪区20个店区大浪区降30位的公餐这个数量跟数目拢是大浪区标示温习长青食堂公餐的数量第一名，我们的志工的表现也是第一名，包括今天来表演的八德社区它也是全国绩优的社区是最棒的一个社区，这都代表着咱普通市大浪区公所每一个客气我们的客长大家用心带领社区，还有社区这边自己也非常认真把所有的像才华跟所有是对
社区的热情完全展现出来，可以充分的表示这个社区里面非常的有活力之外，而且我们的社区不仅有长照不仅有关怀不仅有量血压，不仅有课程不仅有茶艺的制作不仅有中央厨房的供餐甚至有的社区还有长者的寿餐服务这个表示斗六这个城市我们的社区所有的志工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大家也非常对社区的一份热情跟关怀把它溢注在里面，让我们的社区变成一个非常好非常赞的一个社区。借由大家的掌声再次给每一个社区所有参与的这些志工社区理事长理事长跟代表跟所有科室的成员，大家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他们凭当时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于社区的付出目前斗六市很多的里都已经举办长青食堂，在斗六的市区长青食堂对他们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想，但是斗六市公所我们今年逐渐实践的市区里面供餐的梦想逐渐已经扩充到八个社区包括我们镇南的社区目前也快要成立了五溪里我昨天跟里长谈只要地方上要有地里长要积极去处理里长他也表示跟地方的理事长也表示乐观精神，他们也希望在未来的五溪里可以达到供餐的需求目前我昨天晚上去到柳兰里，柳兰里他们在十二月份他们也要自行供餐自行带动长青食堂家里住家里供给地方上的长者整等等每一个长青食堂背后都有一个极具令人振奋跟一个极具温馨还有社区大家用心温暖的投入的一个故事包括志工不够怎么办，他们也是慢慢找来你可以做一天的你出来做一天志工，你可以做两天的拜托你排两天的志工，你可以做一个礼拜的也拜托你们排一个礼拜，社区的长青食堂成立的点点滴滴我相信每一个里长例如常务委应该是统筹出的每一个社区应该统筹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心酸也非常的辛苦，因为每天在供餐每天都要有这个责任每天都要负责所有的餐饮都要到位，这是一件这么单单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大的长青食堂那是因为你们关的表率更是台湾全省的表率，你们说对不对？真的谢谢每一位辛苦的付出默默的为这些长青食堂的这些志工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我们也拜托主席拜托代表会在明年的长青食堂所有的志工一人要额外再编列3000块的旅游费用，还有所有的保险都要保障我们的长青食堂的志工，让他们在空隙他们的默默付出然后市公所有一个一点点的奖励，我相信这个是大家互相这样长青食堂才可以永续才可以永久才可以持续才可以更勇往的向前，让所有做长青食堂的志工大家都不会寂寞，因为公所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还有县政府也绝对全力支持所以在实验的这个秋老彩的背后的幕后故事，我相信充满了许多心酸温暖关怀跟关爱跟所有我们的社区的里长民意代表社区的理事长总干事志工对我们所有市民的关爱跟帮助也希望这个长青食堂可以在我们公所跟县政府的大力推导跟提倡之下可以长长久久
一个斗六市永久的一个社会福利，因为斗六市光长青瓷厂的工程哦，从两年前的800万到去年的1500万，到今年的1800万，到明年甚至增加到2200万，跟所有的福利设施设备具具加起来快3000万的开销哦，啊，这是一个沉密甜蜜哈，又沉重的负担，但是啊，也是斗六市我们最愿意承受、最温暖的一个预算啊，所以代表会也都全力支持哈，啊，今天啊，为什么会讲这么多？因为一路以来啊，这个长青食堂的故事，从几个社区到22个社区，到中央厨房8个社区食堂的市区里面的工商哦，我们看见了啊许多爱的故事，我们看见了许多啊关怀长者的志工，我们看到了啊斗六市40个里每一个社区他们用心踊跃的付出哦，再次借你们的双手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希望啊，可以透过公部门啊，我们的持续传递爱的温暖，也希望社区里长跟总干事跟所有的社区的志工愿意长期以来跟斗六市公所手牵手，我们一起走下去，走到下一个双十国庆，走到每一年的双十国庆，我们都来办守护菜，来展现大家的才艺，你们说好不好？好，好，谢谢大家。
会使讲咱的传统的，即拢较早咱的民歌啦吼，我们的何方啊，甲阮的年代南方二重唱吼，啊，这个是非常好听的民谣歌曲吼，也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同来听最好听的音乐啊，最棒的斗六啊，自环保自工的故事吼，啊，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市长哦，市长也是非常温暖的一个暖男。我们各个社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还有从一早哦，小姑来个家，我们温姐哥哥在的呀，跟我们的宅哦，特别再次感谢市长。那我补充介绍，李慧贵，欢迎到丰社区的楼金平楼理事长为您会场，欢迎理事长，以及欢迎到林口里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黄淑明黄总干事为您会场欢迎。市长也要欢迎到江苏社区的翁家鹏翁的翁总干事为您会场欢迎欢迎。那现在时间是不是邀请到也是我们市长最强力的后盾，是府会共同的努力，我们斗六的市政在推广才会更加的顺利哦。欢迎到我们斗六市民代表，为我们最认真的主角卢开心副主席上来支持。欢迎主席，主席好，也要感谢到代表会在我们每一场活动真的是大力的来支持，尤其是社区哦，谢谢主席。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Amy 小姐，那么也谢谢我们刚才市长啊，他讲的非常多。也谢谢我们县政府啊，我们联合办公室的何主任啊，还有我们各位地方上的领导，我们各位里长大家好，那么还有我们市公所的一起主管啊，每个市主管都很辛苦，每一场办活动他们都尽情的投入了啊，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你们才是市长最强的后盾，如果市长没有你们的帮忙团结跟合作的对，我们斗六所不可能在短短的五年内哗哗哗的，然后我俩在公司里为公起立了英明啊，我代表我的代言人，所以市长他对这五年多以来啊，对我们斗六市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一些大型的建设都非常的卖力啊，也非常的努力。坦白说了，昨天很遗憾的啊，我们斗六市一个大的建设就是高架铁路，听说又开始故障了啊！他们有一些城乡的那些所谓的教授，一句话又把我们否决掉了，开了19次的会议，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啊，得到中央的补助来帮忙我们斗六市把这个铁路啊高架化。那当然了，市长也很无奈了，他昨天就在一篇群组里面有发了一篇文，听说有些人呢、还冷言热讽的讽刺市长。坦白讲啊，这个是地方的大建设，市长有他的责任跟结果感，我们大家要共同体会，而不是哈、你站在双面的角色来推起丢了哈，啊，推他的起球。坦白讲，有些事情是需要中央帮忙的。请问啊，公家请他的起丢公开为，我们的社区包括我们的公餐，是目前全宜宾县20乡镇市最普及的。上头面，他没办法把那兄弟包办了。但是很零星的，不是前面的，所以我常常去 OK， 常常去大米，常常去到老，讲哦，我连到老光站了，连长青市场办了有够好个，这拢向来个，这拢市公所推动，这拢代表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总干事，咱这个志工，咱共同的贡献对不对？所以我谢谢你们。既然董六市能够哈连接到这一块，能够把我们的市政推动，包括我们的建设，都是需要各位帮忙，而且在地方上帮我们宣导的。啊，所以说很多政策啊，必须要在各群体让各位朋友知道。那有些时候我们要考虑，并不是政党的问题，而是地方上的啊建设大事。所以我期待啊，我们各位里长，如果万一我们斗六市的建设，我们是不是适度的在地方上跟一些里民做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斗六市真正所需要的？当然，斗六市我们的代表会在
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的经费是有限度的，因为我们要算税入跟税出，我们不可能超支过，还是需要县政府，也是需要我们中央的帮忙。所以说这一点，不知道是我们里长应该都知道的，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不做，而是暂时没有能力做，我们暂时寻求上面的资源。那今天哪里公大家，我嘛被拜托洪水西瓜哈，我当中很无能人间哦，我期待哦提出一个立法委员哦，草率的上优秀的，行动楼顶，轰动楼下的人哦，南北中分离路你敢不看麦？秋凉月啊，你是霸屏几年，也霸海上无名，你推出云林良品，我们的云林珠哦，影响力最有哦创意的一个年轻人哦，你是代表改掉咱沙沙，咱云林搬出来景酸油花味丸，我嘛希望啊，既然如果那其他人做不到，不如换新的来做看卖，换新换新做来是较认真啦，我嘛希望啦吼。地方再帮我们宣导一下秋凉月这个好青年，希望他能够在一月十三号顺利来当选，到立法院帮我们云林县，帮我们斗六市增加多一点的中央补助的预算。那么也谢谢今天里长啊，还有我们社区发展协会，还有一些总干事，尤其是这些职工，谢谢你们参加我们今天这个秋罗赛，以及我们十月双十节啊，我们在临时公园所办的活动。记者会，也谢谢你参与，也谢谢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今天啊，大家啊能够这个记者会能够顺利圆满成功，感谢大家。
那是台长、林市长，啊，甲咱市公所咱杨建明主任所带领的团队，包括咱代表的上支持咱公所建设局的咱的卢主席，啊，个上水的长嘞，啊，个所有代表，啊，啊，个咱今仔日咱参加咱这个代表咱翠兰嘅，我们另外百米自由的总经理的邱英，诶，翠兰嘅黄义清黄秘书，啊，个在座各位领导。小副的总干事，小副六十六，大家掌声打给我。小副，我有听到咱市长甲咱主席讲了话，感慨良深啦吼。自从咱县市、县政府甲市公所接任了后，伫咱这个社区内底，市县长非常努力的推动，来赞助咱社区的长者的用餐，甲起步的补助。完全咱文林县直接经营困难中间，伊就有法度完全去甲企业提钱来甲咱所有的咱的长久市场去，所有的企业拢啊丢面拢啊无事，这就是了咱中者，大家咱志工才辛苦，了会偷做工课，了会偷煮食，煮一顿小小好食的，我因咱我的营养餐，无咱这中者来。需要，这是一个非常欢喜的一个现象。所以讲，咱关注决定爱合作。拄咱主席讲了，前几天县长无法到走卖中央，了外讲伊要离开啊，我创一个是要去，要一高地拼去台北，为着咱高咱台北市高计划土地个哩非常好个建设计划，专工坐三点外高铁去到台北，去到台北。所有志工所做出来的
就是我们八德社区的邱楼才，也要感谢到我们的高凤萍姐姐。那八德社区也是今年获得我们全国绩优第一名的社区，特别的感谢他们。接下来江厝社区哦，谢谢我们的翁家凤总带受了精彩的雕花，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今天呢，带来的是他们邱楼才下酒菜哦，咸鲷小鱼干、豆干啊，还有花生，还有我们的和风尾鱼沙拉，有玉米粒尾鱼跟洋葱。
今年的十月十号双十节哈，斗六市公所跟黎明县政府的代表会我们举办不一样的双十节节庆活动就是由我们斗六市22个社区跟8个长青实打，总共720名的志工共同举办社区的秋老菜，一个社区在共准备300份哦，22个社区准备6600份的在共长青食堂的定时希望用餐券的方式提供给来自德勒市14个里社区跟所有每一个市民都可以享用我们社区你连破东西这些长青食堂的职工在社区里面每天煮的一些手入菜完全的透过双十的节庆扩大举办把它呈现出来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享用我相信这是一个另类跟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尤其在晚上举办微微的曙光我们配合着民歌演唱现场也邀请到大家很喜欢的何方何方歌唱唱都可以来到现场把最优美的歌声、最好吃的美食完全呈现在市民朋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当天的时候都可以在晚上6点到9点都可以来彭祖森林公园来参加双十国庆活动最有意义的秋老菜赞。用明金茶，用枣蕊回所以吼，伊是拢完全拢喜欢庐山的风味餐。这个竹子，这嘛阮庐山边的，他是喜欢庐山的叶子的叶甲叶啊。这明金吼是阮庐山，阮家己回用枣蕊回的明金吧。所以全部都是我们庐山社区的农产品。这林金茶这吼，你安尼就是用较传统的方式来煮啊，食起来风味有安怎样？这有乡土的味道很香，又不会很甜，又有一点酒味真的，副市长最知道，副市长吃过，好吃，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庐山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产业，全部都是我们的东西，干啥必要用麦粮？村内拢喜欢庐山的。
心就好。